由朴敏英、严宇镇、李东健主演的韩剧《七日的王妃》于今晚播出大结局。次日晚间，剧组在首尔某餐厅前举行了杀青宴。这出电视剧改编自史事，讲述一位只做了七日的王妃，留下朝鲜史上最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。而在剧中饰演了徐奴的突变成员黄灿盛，今天以简单休闲的造型亮相。前阵子才公布与女星赵允熙婚讯的李东健，也表示正期待新生命的降临。将成为新手爸爸的他，今晚作为压轴现身杀青宴。据悉，李东健将在此剧结束之后，举行只招待家人及友人的婚礼。